今天是2015年10月28号，陈嘉祥导游带了10位江西的贵宾来到小琉球参访，还有生态之旅。现在我们拜访的那个小琉球乡代会林主席，叫林龙嘉主席，然后亲切的问候，喝了阿里山高山茶，接下来我们浩浩荡荡要启程，要往这个小琉球环岛一周。环岛一周呢，我们刚刚有经过一个景点叫做美人洞，刚刚又走了叫花瓶岩，那现在我们继续要走上乌鬼洞，还有包括沙滩。整个小琉球的面积的大概6.8平方公里，真的绕一圈呢大概是有40分钟，但慢慢走慢慢走大概有一个小时。你看还放烟火来庆祝我们，欢迎光临。哎，是不是红队的长按？对啊，没有按一下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长按算不算？没有，按一下就录影，然后按一下就关掉。有吗？有没有？